21日，演员袁弘更新社交网站，称有人问我带老婆去看维密是一种什么样的清奇感受，如何在现场礼貌又不失尴尬的流口水。我只想说，你们还是太年轻，在我眼中维和部队的秘密也是有翅膀的，并配图两张。照片一张为袁弘携妻子张歆艺的红毯照，另一张为袁弘将张歆艺的照片 PS 出一双翅膀的恶搞照。照片中二人并肩而立，男帅女美，十分登对。不过袁弘的评论区这叫一个热闹，有的网友说哈哈哈哈，终于不黑老婆了，他还得好好跟老婆一起吃火锅呢。有的说满满的求生欲望激发了你的 PS 技术，求生欲让你文采大发。